同学欺负我老师，可疯狂。这些你们的老师和他的仙魂之力我就拿走了，谁救我谁就能上魔法体育课。老师，我来救你。等等我，糟了，门关了。这是哪儿？这里是零食世界。哇，是巧克力味。只要你们愿意留下来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我们是来救老师的。对，放开我们老师。好。音语老师好虚弱，他的心魂之力被吸完了。想拿回你们老师的心魂之力，除非你比我还能吃零食。比吃零食我可没输过。我们就比谁能吃下更多辣条，三局两胜。我怎么感觉这更像辣椒啊。怕没好啦。你不用谢我，是你用辣椒水增加我的辣度。星之净化，风水之术，居然洗掉了辣条中的辣椒水成分。干净又卫生。看我的狂吃零食巨人化。他巨大化了。怕了吧。原来吃多零食这么可怕。我拿回老师的心魂之力了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快把你的心魂之力吃回去。好耶，可以上魔法体育课了。你们偷带零食，我要见你们家长。见家长？不是说奖励我们上体育课吗？哼，这次家访我去定了。警告，发现入侵者，流浪飞屋启动。收到，分身。这是什么操作？先去洗小黑房间吧。先小黑，把你家长叫出来。啊，卧室里怎么会有沙漠？我看到你了，先小黑。我是沙漠黑灯神。行，灯神是吧？快帮我实现家访的愿望。玛尼玛尼吼！终于到了，我就是来流浪家访的。快把眼镜脱下来。这该不会是你？你怎么戴着我发明的 VR 眼镜啊？我不是在地狱吗？因为老师戴着 VR 眼镜，看到的东西都是眼镜投射出来的。其实老师一直在商店大厅爬爬爬爬而已。你刚刚打了我们的家长。我再也不来你们家家访了。终于找到你们了。